欢迎来到白雪公主副频道，吃开箱。今天要开什么呢？据说是一个购物平台，那你最夯的食物，我就不只是什么，那你。但他们这些系列是不是每个都是月卖超过多少？这些东西甚至还有销量超过破百万啊！区区这个东西，好扯哦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是臭豆腐哦。真的臭豆腐啊！所以它这是臭豆腐也会辣吗？还是它是香辣臭豆腐啊？这个22块，有些人会把它拿来煮面啊。好，我要来开这个臭豆腐了。嗯嗯，黑的，黑的，这什么？黑的臭豆腐，你有闻到味道吗？咸味。而且为什么臭豆腐那么扁啊？为什么黑啊？对啊，所以它是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对，真的吗？对。它臭豆腐不就是要让我脆脆的？它这可能是卤的，我它是卤的，真的。到底多臭？会辣哦。会辣，因为还有辣椒。那咬起来是好吃的啦。嗯，干好辣。这么辣，小姐。好臭哦！你不吃臭豆腐吗？不吃啊。很臭。你看他那个脸，说我有都那么臭吗？好像卤过的豆腐，然后把它压扁扁。对呀。是豆干吗？对，像豆干啊。有臭。你看有没有？这是麻辣素毛肚，哦，这个很红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对，我已经有好几个装法都说这个超好吃，10块钱，十块，它是素的，其实应该是像菊络那样，它是菊络，哦，真的哎，哦，这我吓了，吓死我，等等等等等，哦，嗯，脆脆的好吃哎，就是像卤味，我觉得好像海底捞的味道，哦，麻辣锅的汤底。这个喜欢吗？就是麻辣锅。我觉得刷腿吗？嗯，不是，怎么都是辣的啦？为什么夯的都是辣的啊？大家很爱吃辣。对啊，是不是大家都爱吃辣？就是都是重口味。麻辣土豆片，土豆就是马铃薯的意思吧？对。哦，感觉又很辣，有没有？有。这一个25块。哦，它是很多小薄片是吗？对。哦。是健康版的麻铃薯系列，一样啊，海底捞很麻辣锅，嗯，这个没有很麻辣那你为什么要皱眉头？因为我原本以为是就是刚刚那个魔芋爽的味道啊，就是偏脆，不是软，是很脆的马铃薯，那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风吃海带有，又是海带有，这是也是会辣的吧？是卤味，好吃的卤味。是脆脆的海带还是软软？脆脆的海带，卡滋卡滋。对，有脆到。那目前这几个单包的你喜欢吃？其实我觉得都很好吃哎，就海带跟素毛肚很好吃。因为魔芋爽很浓。清水烧是什么啊？不是清水烧，类似肉干。肉干？哎，真的哎，肉干。是肉干，它是素的还是？真的肉？它是真的肉。肉条、肉棒、肉片。什么啦？在说什么？哦，来了，它有孜然呢，孜然的味道有点辣。我们去夜市吃那种羊肉串，嗯，新疆羊肉串，嗯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它很好吃。烧烤鱿鱼，我觉得很惊人，它是鱿鱼，然后里面有籽的那种啊，有籽，我以为是那个茶叶蛋，有籽，一个蛋，有蛋，这个40块，但是它也是卖得很好，海味吗？对，哇，好重一颗哦！它外面是鱿鱼，然后里面包一些蛋，怎么那么硬啊？它有纤维。嗯，有蛋吗？那什么、啊、里面？放那么坨什么？平常在吃那个生炒花枝，快炒那个炒鱿鱼，鱿鱼香。啊、哦，有一点北海鳕鱼香丝的味道。有那什么果汁白玉脆菇，吃小菇菇直接吃的白玉菇，该不会是那种类似那种风干的饼干？哦，说一下鸭子香。对呀、啊。好臭、哦。啊，怎么很臭、哦？因为我讨厌菇味，它就是很浓的菇味。你看。好可爱哦。菇味啊，就是菇味啊。好可爱哦。朝气的样子，啊，吃起来蛮好吃的，是甜，有甜甜的，有一点淡淡的奶油味，当然很好吃，真的有奶油味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平常我们烤肉的时候硬要加奶油，对，烤的感觉。这个是什么？蓝莓酸奶果粒块，酸奶其实应该就是那种优格吧？哦哦，哇，嗯，
就是优格味，要快25块，好贵哦、喔。这种这样哦，它好特别。其实我以为它是那个哎，很像那种康宝浓汤可以泡的那个，真的很像鸡汤块。它有蛮多水果口味的。比较硬的棉花糖，哎，对，硬的棉花糖有特别，我们吃到亮，用有牙齿感，嗯，就是嗯，蓝莓优酪乳，对，嗯嗯，这很可以，这蛮好吃的，这真的有那个棉花糖，优格。Emma， 你没讲话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一直在那边。哇，泡菜味，浓烈，对，好香哦。给小孩喝的是不是？对，小小吃，小小吃。他说他这个是没有香料的，所以喝起来应该没有化学味了。500，500。对，没有化学味。不好吃哦，看这么难吃哦，这么难吃。因为我很喜欢吃苏打饼，我现在喝的是木村富士山顶可乐。莎莎鼻孔也是。更多影片都在白雪公主湖马镇区。一直在那边。它是会那个优格，然后融化在你舌头，然后就这样哈这样。是啊，按上次就是这样感觉，什么时候？有一次，瘦的是。那这是什么？奶皮。奶皮是牛奶。哈？这是蒙古的吗？对。他说是把马、羊、牛的和骆驼的鲜乳，对，骆驼蹄吧，倒入锅中慢慢炖煮，然后表皮通常不是会结成一片，然后再把这个筷子用筷子把它夹起来晒干，就会变这样。天哪，要这样子弄哦！因为它有脂肪嘛，所以它其实黄黄的比较多。这是零食吗？对，这是零食。这个有在销量好，销量蛮不错的，四位数。四位数是个十百千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很蠢？就是这种四位数还用手指算？通常是八位数。它是一片一片还是一整块？一整块。对，是八一块下来。而且很厚哎。没有很脆的感觉，没味道，有味道，有点咸，没有想象中咸。我在吃奶粉的味道，哦，我干吃奶粉，来来来，多的奶味，对，多奶，哦，它好厚哦，对呀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是羊奶片？也没有羊奶片那么稀，我觉得真的比较像奶粉，就是羊奶粉。哦，你不行是不是？好可爱，它奶味太。有点腥味的感觉，有一点点。我觉得是骆驼的味道，我们不太喜欢。你有闻过骆驼的味道？可是我觉得是羊奶的腥味。这什么？发出一只刚才声音。嗯，这珍珠没有泡开。嗯，这奶茶奶精味好重哦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之前去吃那个奇怪的什么锅，那奶茶锅的那个味道？嗯，有一点。好啦，其实第一口有点觉得有点太化学味重，但第二口还可以。这个是红豆吗？有红豆，这样子回想起来好像有红豆味。我觉得红豆有比较加分，然后有珍珠果跟红小豆。红豆好吃。那你有小豆豆吗？有啊，你不是有三个吗？对啊。有这个吗？小豆，我是大红豆，好不好？什么红小豆？奇怪，大瓜豆，大。我的第一名，我觉得其实素毛豆比我想象中好吃。嗯，然后我也觉得土豆很好吃。那你觉得你现在手拿这两个是销量最好的吗？还是要换一下答案？我觉得销量最好的一定不是这两个，销量最好该不会是臭豆腐吧？为什么？是吗？哦，不是哦，那我放着。我觉得销量最好的会是奶皮啊。啊？怎么会是奶皮？啊，那不是哦，那。我不知道答案的，我只是随便。好了，我觉得销量应该是海带，因为接受度比较高啊。第一名是魔芋爽，我都知道。魔芋爽是什么？就是你刚刚拿的那个。哪一个？我这个素毛豆。它的销量总共有147万包。对。哇，很扯哎。那第二名是谁？第二名是那个海带，3.4万，是不是？3.4万，对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对，代表魔芋爽真的很好吃。第三名就是那个香辣臭豆腐，啊，臭豆腐这么高分啊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傻眼咪咪。对，然后第四名呢是那个亲嘴烧，哦，下单还有1.9万，我就有吓到哎，这个100多万是，一定是有人买，然后一个推荐一个，然后觉得说。可以追剧的时候吃，然后那个黑糖奶，它有很多口味，然后它的总销量是1.1万，啊，也很多哎。这应该是是粉丝买居多还是其他呀？哎，台湾人干嘛喝那个？就是抓就是补肾，手摇店就有，好像也是。对啊，姑姑的话是2000个，它其实还有那种
那个咖啡色的菇的，就一般看到的那种，哇，好酷哦，算是蛮有趣的。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拆箱香怡那个销量前几名的食物，算是开了眼界。那我们下次见。听说有一个白痴公主无码频道会放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不是奇怪，可能会放一些废片啊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去订阅。烤腰。